按手是安尼，按落去紧，啊，这长很长，啊，短很短。只挑翠绿的菜，利落拔起一株又一株的香菜。全台有九成的产量都集中在彰化云林，其中又以北斗为大宗。当地人戏称，就是因为这里是香菜的产地，彰化肉圆才这么有名。层层堆叠的香菜，准备出货前得先用厚毛巾盖着，因为香菜实在太娇贵。香菜怕热又怕水，气温超过35度长不出来，下雨超过3天就烂掉，一周1到6都要采收才最新鲜。几乎全年无休的香菜田，让采香菜的农夫农妇就像是游牧民族。因为香菜它主要是装饰摆盘上面用，如果你透明黑掉的话，那个观感已经不好了。那你自己是从小吃香菜？我吃啊，我很喜欢香菜。那你是到台北才发现有人不吃香菜？哎，对，因为我们从小就理所当然会认为香菜这个应该大家都喜欢。从小在香菜田长大的严佑任，可说是出身香菜世家，爷爷是彰化的香菜农。到了父亲这一代，为了让香菜卖出好价，爸爸成立农业合作社，找来彰化云林农民契作和盘商以量谈价。轮到严佑任与哥哥这一辈接手，契作规模已经接近30架。全台湾有15%的供应量都是来自于北斗香菜生产合作社，但严佑任和哥哥接班没多久，却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大盛产。平常我们蔬菜滞销期可能3到4个月这样，好，这个是可以预期。可是那一年是真的，可能8到9个月，哦，价格都很不好，是因为那一年的天气特别好。那因为所有的蔬菜它是很吃天气，你只要天气一好，它的产量就多，价格就不好。所以那时候跟哥哥我们就在讨论说，哎，其实香菜滞销的时候，你放在田里把它根掉不去采收是很可惜。明明长得好，但就是销不出去，兄弟俩不舍又不甘。那如果把香菜干燥脱水，是不是就能延长保存期限了呢？那我们的面大概煮5到6分钟，那里下了以后稍微搅拌一下。如果说严佑任是热爱香菜，那哥哥严明元就是疯狂迷恋。它跟面粉的比例大概是40:1。为了开发各式的香菜应用，严明元攻读食品加工与生技，终于在5年前成功开发出香菜粉，却没人知道该如何运用。可是，一开始也历经过不好卖、不好推的日子啊。那段时间怎么熬过去？哦，一开始香菜粉刚推出的时候，哈，一个月大概只卖出一瓶，我们一瓶180克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这么好的东西，它不应该是卖得这么不好。那我后来看到网络有一款抹茶千层蛋糕，因为我们的香菜粉跟抹茶非常像，那我就把那个抹茶粉拿掉，改成香菜粉。台式抹茶粉就此应运而生，15公斤的新鲜香菜可以研磨成1公斤的香菜粉。在制成粉的加工过程中，香菜里大量挥发性的香味物质醛类可以减少50%，也就是那股香菜味变少了。严氏兄弟积极推广，因为一旦供货稳定，等于农民不用受价格波动影响，也多了一条后路。但无可避免的是，世界上就是有人怕香菜。因为我们是从小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那所以美食里面都会穿配角，都觉得少了这种东西就少了一个味道，也不会特别强调喜欢吃香菜。那最近几年才发现，原来有一群不喜欢吃香菜的人来跟我们作对，哎，不是，应该来做一个抗议啦，我才知道原来有人怕香菜。在彰化开咖啡店的庄老板也是热爱香菜的在地人，一来是想为农友尽点力，另一方面也想做出独一无二的特色产品。2年前开始研发各式各样的香菜饮品，店内摆放着香菜欧蕾、香菜可可、香菜面包，还有香菜巧克力。就先有3条线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，我直接就加香菜就好了。那他就把这个香菜粉给推荐给我。推荐了好一段时间了，那要不要加在我饮料店里面啊？可是我的东西怎么会因为这样然后客人全部跑光了、啊、
我也是蛮担心这样的。其实我们刚开始调的是欧蕾跟咖啡，那经过了大概一两个月的调整，我们找了大概七八只豆子去搭配它，不会抢了香菜的味道。那这搭配之后的豆子之后，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香菜拿铁咖啡。那我们把不只喜欢香菜的人，把不喜欢香菜的人也顺便能够接受这个口味。那绵面奶泡就可以把香菜的沫给包覆起来啊，所以消费者喝的时候会比较没有吃到香菜的一个味道，那就会是一杯完美的香菜拿铁咖啡。像这杯香菜拿铁就是由150克的香菜粉调配而成。庄老板总会向上门的客人热情介绍，香菜咖啡渐渐打出知名度，成了另类的观光景点。五年下来，香菜粉现在约可月销千瓶，大多都是应用在烘焙产品上。兄弟俩开始找合作的师傅开发季节产品，一款香菜月饼吸引港商主动来洽询。一开始我阿公他在种植的时候出货量大概是在200台斤左右，好，那我爸爸那时候后来成立了合作社，跟许多的农民去契作，那契作以后到现在一天可以产出4000台斤，大概是20倍左右。因为生鲜的香菜它保存不容易嘛，那它没办法走到台湾以外的国家，顶多有也是我们亚洲的地区嘛。那台湾的人口就2300万嘛，那种植的人这些吃的人就是这个数量，那你到达了这个销售台斤，它就算是一个天花板了。那我们再把它做成加工品，一方面你可以让市场上有更多的选择，一方面我们可以让香菜的这些加工品走到更远的国家，好像我们最近就有出到欧美的国家。靠加工品把北斗香菜外销国际，年节时分两人又想出了新产品，香菜凤梨酥。香菜那么切碎以后在加的时候要把它和均匀，让客人他整颗在吃的话味道也较平均。但从 idea 到出炉，不是香菜味不足，就是口感不佳。至今已经被退货60次了，这回能成功吗？我们的香菜凤梨酥，我们大概花了1.5年的心思下去做调整改变。一开始它的内馅太甜，那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找了不同的烘焙材料行的凤梨馅进来和。那土凤梨是我们一开始研发好的内馅，可是我们发现土凤梨它的酸味会盖过香菜，所以我们才改做凤梨酥。那皮的部分染色的话，像你传统的有凤梨酥的膜下去烤，它烤出来的颜色会太黑，不漂亮，不鲜绿。我觉得颜色烤得蛮翠绿的，咬到那个皮，它的感觉是有那个酥度了。对，我爸爸他其实观念算蛮开放的，那对于我们兄弟俩有这些不错新的一些创新创变的 idea， 他是蛮支持的。不服气香菜被低估，要把配角变主角，兄弟俩还会请父亲当试吃员，一起商量如何把香菜发扬光大。对第三代接班的严家来说，发明就是最好的传承。